走。太绝了，太走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人。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a。寿星。不是，我们现在在忙什么？我们在走星光大道，你有发现吗？这边。哦，那个是星光大道，为什么要弄星光大道 ？Destiny 呢？希望来用餐的人们呢，都享受一个自己是大明星的感觉。大家进去看就知道，里面超浮夸。他们是为了我生日，所以才用这种布置的。对啊，他们昨天临时布置的。太感人了吧？那我刚刚应该要走十遍。好，你走。啊，你走。那我们要进去了，对不对？好了，走吧。那你知道这间专门卖什么？蜜糖吐司。生日餐带你来这边是还不错，怎么会这么贴心？应该女生都还蛮爱的吧？我心里面，还是你不是女的，还是有一点部分的少女心的存在，好不好？而且你有发现吗？你的摆桌不一样。对，为什么我跟你不一样？而且我真的好可爱。在圣诞节期间，如果提早预约，都会有这个 set， 就是有一个小卡片，看这个上面写的，比我的签名还好看。对啊，你要不要再跟他们学一下？好，我等一下会去学什么签名。好，我们要准备来吃了。超香的，这是我的生日餐吗？你知道藜麦啊，它的蛋白质很丰富。你知道啊？知道啊。对啊，我是个非常乖的，它整个垮了。不是，我知道，我知道，你把它拿下来。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切一个。我天，你是来拆台的吧？虽然是我的生日，但是我帮你。谢谢，快乐，睡吗？你刚说什么？那个芝麻也很香哎，很好吃哎，夏天的感觉，想要游泳。你不是没有收银吗？它上面还有鲑鱼卵。对，超爱鲑鱼的，所以我超期待的。怎么样？哇，它好鲜哦！而且是什么酱？奶油烟熏鲑鱼。而且我生日餐你吃那么多做什么？这个好可爱哦。它是不是麋鹿吗？这个好适合圣诞节的时候喝。这个其实还蛮夏天的，就这个味道很解腻吧？那种热带水果。对，那蘑菇是不是跟外面哪里不一样？我觉得它是比较湿润的，这种口味比较重一点，所以它建议可以搭配喝酒精饮料。蔓越莓做绿绿的叶子，然后雪花飘飘，圣诞饮。因为对，因为我刚刚看圣菇怎么，那个是少女喜欢的味道，这个好喝。你刚才做什么？声音学你生出来的。它的鸡腿皮炸的好脆哦，搭那个红酱跟它上面的 cheese 粉超好吃。你看这个表面酥酥脆脆啊。哦，等一下，它看稀了。哇！一定要这样吗？我觉得这样有点恶心，你自己吃好了。你这样看它觉得是什么？红酒吗？它是无酒精的茶调，让就是一些不喝酒精饮料的人可以享受喝热红酒。哦，那你试试圣诞节配热红酒。没有酒就给我。这是什么？这是肉桂棒，热红酒都会加一些香料。温柔一点啊！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这蜡烛，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那我要吹喽！你要许愿了。订阅赶快破10万，好不好？这支影片可不可以至少破万？拜托，去分享10遍，最近看100遍。好，这上面就是棉花糖。我要先吃棉花糖。好幸福，烤过的棉花糖的味道。哇！这个是什么？哇，它太浮夸了吧！难怪太浮夸了吧！就我专业的那个厨师的判断，厨师啊，他是在模仿提拉米苏吧？上面那个酱就是很像打成奶霜的那个提拉米苏，你怎么把它变成这样啊？超很好，那个海绵体的部分啊，就是有一种大人味，然后就是沾了那个咖啡海绵，不是吐司。那我很怕吃黏黏的，有一点是因为我不喜欢就是吃到肉都很腻。那我觉得这个还好哎，因为它里面是蓬松的，外面就是那个酱充满了之后，里面是蓬松的吐司体哦。我想先带你去见你的生日礼物。礼物我以为是这样而已。好，走吧。期待吗？是什么？也太帅了！哇，这个是我的礼物吗？对啊。生日快乐 ！IMAX Happy Birthday, Erica. I hope you have a very good day today. From Golden Ray to Bad Santa, wishing you the best day of your life. Hi. 是硬的吗 ？Oh my god！ 我好紧张，那我要把它带回家喽。不行啊，他是客人，他有准备一个礼物给你。Your gift is love and wrath. Tend to be sharing this energy with people that feel it. That my plan is to be spending the rest of my life putting boots in the cemetery. Remember days that I carelessly made the selfish decisions. I am for winter way more than my life alone. Whenever I step in with Erica, I feel like I fit in and I'm out at home. Yeah. Thank you so much. 我只有听到爱跟 Erica， 谢谢。
那我们就拍张照，把它还给客人。啊，大家可以来圣诞节的时候跟我的礼物拍照。Merry Christmas！ 来拍照啦！记得帮我们按赞留言看一百遍，谢谢大家，拜拜，拜拜，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